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同类疗法系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嘅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嘅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而家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接近30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嗰个同类疗法嘅灵丹妙药咧，系叫做 Jocemium， 个俗名系叫做 Yellow Jasmine， 咁个翻译咧系叫做黄素香吓，黄素香。嗱，黄素香咧系一个经常好容易用得着嘅，因为点解咧？黄素香 Jocemium 咧系一个流感啊，流感经常用得着嘅疗剂嚟嘅，咁但当然啦，喺嗰个每一个疗剂咧都有佢嘅独特嘅症型嘅。咁喺咩情况之下咧，我哋会谂到系要用呢、这个黄素香咧 ，Jocemium 咧，就主要咧 Jocemium 个症状咧喺我哋英文就有叫做4个 D， 边四个 D 咧？就第一就 dizzy 头晕，第二就 drowsy 即昏沉嗰种感觉。第三个 D 就 droopy 即下垂，第四个 D 就 dumb 即糊里糊涂嘅。咁如果当你遇到一个病人有呢种咁样嘅症状啊，即佢个人咧就系温温顿顿啊，无精打采啊，好攰啊，嗰种眼皮耷耷啊，下垂啊，个脑筋系唔清醒，糊里糊涂嗰种咁样嘅状态咧，呢、这个就系一个Jocemium 的症状。同时呢 ,Jocemium 呢通常呢是有低烧啦，如果有流感的时候呢它会有低烧啦，同埋呢就是唔口渴的症状嚟嘅。咁 Jocemium 呢是经常呢在我哋流感里面呢是差唔多是呢是排第三的啦，头嗰三个呢是经常用得着的同类疗剂是嗰个处理个流感嘅。咁当然啦，我哋呢个咁样嘅症状啊，我曾经所讲嘅温温顿顿啊，糊里糊涂啊，个人好攰赖赖啊，好似瘫痪呢种咁样嘅感觉呢，唔系只系喺流感个状态之下会出现。当然啦，有时如果有啲人打咗流感针啊，或者任何嘅病毒嘅感染呢，或者系可能嗰个伤寒之后啊，或者白喉嘅症状之后啦，或者我哋嗰种多角性嗰、那个
嗰個 multiple sclerosis 咧係多發性嘅硬化症咧，呢種情況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見做咧個人咧就好周身軟賴賴啦，手足好似插咗癱瘓啦，好重啦，好弱啦，同埋喺震震驚驚、震震抖抖嘅。啊，譬如你要遇到個情況，呢、這個細蚊仔咧。啊！佢嗰個人喺度發緊抖嚇，即係一種温温頓頓啊，又唔係高燒都好犀利嘅喎嚇，只係低燒啦。咁但係呢個下巴喺度震下震下震下嚇，呢、種情況之下咧，呢、個就自由舒眠嘅症型嚟嘅。佢可能係嚇、啊，可能係甚至乎可能係啊嚴重啲嘅啊嗰、那個啊嗰、那個啊腦膜炎啊，都會有都有都會係呢種嘅情況都可以用得著嘅。咁通常咧眼皮咧睁唔得半开咁下垂咁眼耷耷咁样，咁佢亦都有时候咧个病人觉得个背脊咧好寒嘅，有一种好寒嘅感觉，震下震下震下嘅嗱。咁当然咧呢个系一种吓，自由舒眠一个独特嘅症状吓。我首先所谓三 D 啦，吓即系个人咧系头晕啦、昏沉啦、下垂啦，同埋糊里糊涂吓。即當你見到個病人咧有呢種咁樣嘅表現嘅症狀咧，就可以考慮用呢個黃素香嚇自由舒眠呢個療劑嘅。咁呢自由舒眠咧都好多時候咧係出現嘅症狀咧係身體上咧係有啲所謂嗰種一種癱瘓嘅，佢可能咧係眼即係、就是、眼球啊眼嗰、那個嗰、那個啊焦點啊聚焦嗰啲肌肉咧係出現癱瘓啦。咁佢可能咧係感覺咧，佢有雙重即係雙影嘅，佢睇嘢咧係重疊嘅嚇。咁、呢個亦都一個自由舒眠嘅症狀。佢可能咧係有扁頭痛啦，咁同時扁頭痛個得嚟咧，佢亦都有眼部咧係雙影嘅嚇。咁、通常呢種嘅頭痛咧，可能係嗰個前額啦或者後尾枕嚇呢種咁嘅頭痛嘅。好啦，咁仲另外一個地方好經常我用得著嘅嗰個自由舒眠咧，就係、是、當一個人咧係因為受咗驚嚇啦，啊或者聽到啲唔好嘅壞消息咧，係出一種好驚惶、一種驚懼啊、恐懼呢種咁嘅狀態啦，或者啲人咧可能好怕要譬如考試啦、臨考試啦，啊就快要啊或者要搭飛機啊。或者要去上台啊，要做一啲啊，要做演讲啊，咁呢种情况之下咧，佢就突然之间觉得好惊嘅，惊到我哋惊到震啊，震到飙尿啊、赖尿嗰种咁样嘅惊恐咧，呢种咧系一种自由舒眠呢个症型嘅。咁仲有啲情况之下，我哋用得著咧，譬如有啲人咧可能因为用药啊，即系可能药咧系过度用药咧，系出现咗呢种头先我所讲嘅呢种咁样嘅症状咧。呢、这個就全部就係屬於一種叫自由舒眠個症型嚟嘅。咁所以喺我哋同我哋療法嘅用藥咧，好多時候咧，我都要睇嗰、那個、那個症型係好緊要嘅。咁喺嗰個自由舒眠咧，大家咧如果係遇到有流感嘅時候咧，啊要出現呢個症狀咧，咁呢個咧係自由舒眠黃素香咧係其中一個經常用得著嘅流感嘅療劑。好啦，咁自由舒眠咧就同大家介紹到咁多。好，拜拜。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